这个地表温度这么高，感觉非常非常震撼。我们从来没有体会这种被这个火炉烘烤的那种感觉，终身难忘。这几天我们景区的这个日均游客接待量呢都在5000人左右，在一些高温区域呢，我们安排了这个室外的冷风机，配备了冰袋，同时呢我们还增配了些防暑药品。本次天气过程时间长，影响范围广，白天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的时间比较长。